笔墨纸砚我都给少夫人您放屋里了。好，谢谢秦桑姑娘，少夫人客气了。你怎么突然冒出来？少主，你先退下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动。这是你之前用过的胭脂，五月的石榴花做的。石榴花做的胭脂，秦桑也给过石榴，他上回拿的也是石榴耳环，为何都是石榴？休息够了，伤也养好了，该干正事。这是当年存放连理枝的锦盒，如今神树枯竭，里面的连理枝也不见了。连理枝我自然是会找的。贺连系，我不管我们从前是何关系，如今我们并不熟，男女有别，你下次进来前能不能先敲个门？可以了吧？何莲希，你上次拿的那个石榴耳环不见了，是你拿走了吗？你问石榴耳环做什么？你说，这些都是我从前用的东西，那只石榴耳环在我的过去是不是很特别？你能不能把……没什么特别的，你无需去想那些无关紧要之事。只需要想起跟连理枝有关的故事。不管是耳环还是连理枝，都与我的过去有关，怎么会是无关紧要的呢？我得知道我全部的过去。我看你是忘了，我留你活着是为什么？我不是西九，不是来帮你找回记忆的。你是不是在逃避什么？我与你之间的过去与找回连理枝无关。你不是我，有没有关你怎么确定？若是你真的确定无关，那你还何必把我留在这里？若这都不是逃避，那什么是逃避？少夫人，
我来给您送药了。秦桑，你进来吧。少主、少夫人，世子府的东篱姑娘说你得日日服药，趁热喝吧。你为何要日日服药？反正跟连理之无关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你啊，对了，世子府阿生来了，说有要事找您。啊，他应当是来拿那个匪徒的画像，我先去找他，一会儿再喝药。秦桑，你看住他，我出去一趟。是。这地方又冷又难找，怪不得云卫搜了这么久了没找到。阿生。世子妃。阿生。那个匪徒的画像我已经画好了。嗯，有劳世子妃了。世子妃，这什么都看不出来啊。怎么就看不出来了？面具斗笠什么模样，嘴巴眼睛一清二楚，线索给的如此明确，怎么你们云卫还找不到啊？阿生，世子现在如何了？哎呦，看我把正事都忘了。世子妃，世子被大军关入地牢了。世子受罪。不关你的事，继续打。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打死。来啊！这钉子咻咻咻的抽谁呢？不找大军速来疼爱世子吗？装装样子得了。圣统领，大军交代了，一定要抽到世子松口退婚为止。你，阿生，世子，让他打，在梁山恢复记忆之前，我绝不退。现在就带我去见大君。好。少夫人，少主有交代。秦桑，我必须得去。我们走。走。我跟您一同去。大君，有人求见。任何人来求情，一起押入大牢。大君，不是来求情的。那个人说他来自临川，一定要见您。临川。林川，贺林熙。大军的脾气跟世子一模一样，哪有那么容易松口放了世子？贤侄，你要向本君求天奇术？正是。若是此事对林川复苏甚是重要，本君愿意为贤侄使用天奇术。我听说历届大军一生只能使用一次天机术，你真的愿意？我欠林川一个恩情，多年来一直未还，应当以此相报。你等我片刻，我去取天机云盘。大军且慢，大军似乎有难言之隐，可是跟天机术有关。
这天机术，天机术会对使用之人造成反噬。这是本君欠林川的。当初林川救你是林川的选择，克莱西此次前来并非邪恩图报。林川的消亡与受训无关，复苏自然不需要你来承担。那你如何复苏林川？既是我的责任，我自会想办法。多有叨扰，告辞。为何而来？贺怜惜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大君，梁蝉，你如何与林川少主相识？大君，我来找您是有要事，您饶了世子吧，他不愿意退婚，我来退。你来退怎么退？他又想做什么？西旧的性子，若是他愿意退婚，当初就不会执意娶你，更不会被本君关进大牢。受云婚俗礼，若有一方执意要悔婚，也可解除婚约，我来悔婚。按族规，悔婚者以背信弃义罪责处置，需受三天日晒雨淋不得吃喝体肤之苦，你可知道？我知。那你还愿意悔婚？这桩婚当初是我应下的，大婚当日的祸乱也是因我而起，若要解除婚约，自然由我承受。Thank you.
你若真是这般性情，为何三年前会做出那样的事？过去到底几分真，几分假？你们也不知道收着点，下手这么重。阿生，别开锁，我还能受得住。世子，你误会了，是大军让我来放了你。不可能，我瞄碎了他的意愿，大军不可能放我出去。是世子非去找大军退婚，大军才同意放了您。如今他正在受悔婚之刑，这谁也拦不住啊！哎，世子。大军有令，不想跟我动手就让开。我先带他走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又为何在这里？他活着对我很重要，当然要在这里守着。他还对你很重要，你还让他在这里受罚？你是对他有多大的仇恨？难不成是他害你灭族的？我们之间的事，你懂什么？这种婚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你若是无法对他负责，我可以。